也是有师兄在梦中会不由自主的发大愿，这个大愿比较大，甚至在他醒来时候嘛，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。这很简单，心中有大愿是个好事情、嗯、虽然不一定做得到，但是要积极的朝着这方面去做，他就会有功德、嗯、要做，继续去努力。嗯，